A10 项目的兄弟姐妹们，今天这是个世界的大日子。共产党在结束了两会的同时的6个小时，有计划的开始对西方的各种金融机构、大的金融集团马上开始抛物业索回所有投资的钱。导致了国际级的屋岛银塌，也就是咱说的房岛银塌房岛银塌就是世界最大的房地产的了，这个公司房子的主人叫布拉克斯顿布拉克斯顿是啥嘞？这叫做胥们就是要遣返七哥的胥们黑石上万亿美元资产，据说呀，以超级低的价格在到处来卖他们所控制的最佳资产，特别是中共国全部拒绝然后这个黑石这个房塌，世界级的是房倒银塌，就是这家银行全世界的Silvergate，这是最多的数字银行，而且共产党的货币，还有一些有什么 USDT USDC 很多钱都在这家银行，它这个骤跌了800亿美元的意义那是大了去了这个黑石影响的房地产市场是几万亿美元的，这个数字银行这也是上万亿美元的但是高兴的事情，天助我们新中国联邦战友们，你们的钱本来都在这儿放着呢特别是投数字银行的钱和所有的战友的。投了买币的钱，但是共产党攻击我们的时候，据我所知，这钱都是被政府监管状态，所以我们是唯一一个投数字银行的钱，在 Silvergate 这些银行的你们的钱，就是投数字银行的钱，和你们在美联储的 HDO 和数字100%安全，高兴吧，感谢万佛万神吧。这就是新中国联邦的魅力，天下唯一躲过这场金融灾难的，就是你们这些伟大的、可爱的、相信了七哥和爆料革命的战友们，躲过疫苗，躲过世界金融灾难，而且咱是100%安全。咋弄嘞？咋弄嘞？咋弄嘞？现在我准备是马上脱裤子、脱衣服要泡个澡。然后我要沐浴更新衣，打坐念经感谢万佛万神。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双修一下。